开饭呢，今天吃酸辣粉、鸡蛋，还有红烧肉，满满一盘子。哎呀，先把蛋吃了。吃肉，吃一碗酸辣粉。一次就行，姐妹儿子们，很好用。那个今天石头怎么打卡？
对了，宝贝，忘了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吃到货啊，在我直播间坚持打卡21天哈，吃到货喝起来，喝之前量一下体重，量一下体重，量一下三围，胳膊围、腿围、腰围，量一下三围，姐妹，因为我家产品不光掉体重，还让你们每天三围有变化，三围有变化，因为我家产品减的是脂肪，不是水分，听到没有？皮下脂肪、血液脂肪，内外双燃烧，所以说强猛给力，瘦得快，瘦得给力，瘦得猛，听到没有，姐妹？每天打卡就是说我下午3点钟直播，每天你在我直播间给我来个反馈，今天你瘦了没有？瘦了多少？坚持打卡21天，送礼物，听到没有？早上喝，中午喝吗？不可以。如果你不吃早饭的话，你中午饭前喝也行。不吃早饭的话，你中午睡醒了，中午饭前半小时喝，听到没有？上次没有了，一天早上喝一次吗？对，草莓的老铁，我的妈！我说啊，我看说明一天喝3次，喝一次，听我话，照我做。我不管你体质有多顽固的，代谢有多差的，年年减年年谈的，吃了很多减肥药没有效果的，对不对？想找一个强猛给力的，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，做到零反弹的，不用忌口让你瘦的，瘦的不用运动让你瘦的，你来上一单，听到没有，姐妹？我拍了一单几天到货，3到5天啊，姐妹，货收到了，明天喝起来，跟我一起打卡，听到没有？上车，啥时候发货？3到5天，上车。我的妈，姐妹又抢没了，拍没了，老铁不愁卖呀，老铁啊。然后吧，姐妹，我今天早上喝，明天给我来个反馈，听到没有？来个反馈，跟我一起打卡啊，坚持喝，听到没有？收到了怎么联系你？每天下午3点直播。我每天都播下午3点直播，3点钟你到我直播间来找我，姐妹，听到没有？我明天就到了，明天到后天喝，听到没有？来吧，想减肥的姐妹，那个姐妹们，那个想减肥的、想瘦的、想变漂亮、变好看的姐妹，想找一个对身体没有伤害的，让你减肥的同时零反弹的，想找一个疗程瘦个10斤、15斤、20斤的姐妹，想找一个今天喝第二天让你瘦的。掉秤掉大秤的姐妹，对不对？顽固体质、抗体严重的、代谢差的、湿气严重的啊，那个年年减、年年谈的，不管你什么样的体质，你在我这里拍一单，我让你享受啊，让你瘦个10斤、15斤不是梦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照我的做，听到没有，姐妹？私信行吗？可以的，姐妹，几天见效？今天喝，代谢好的啊。如果你是代谢好的，早上喝，半夜让你瘦；如果你是代谢差的、抗体严重的，早上喝，我第二天让你瘦，听到没有？看你说话上不来气，我嗓子哑了，老铁，多理解一下好不好？都是女人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对不对？不要带节奏啊！我嗓子哑了，姐妹，老铁们，所以说我慢慢给你说了，怎么啊？来吧，我再给你们炸一波了，怎么啊？咱家产品你看到没有？都是戴蓝帽，可是你每天下午播联系你，可是不是晚上了吗？你早上喝，早上喝了以后，我下午直播联系我，姐妹，每天来联系我，上车好嘞。咱这个拉肚子嘛，拉肚子退给我，不拉肚子不心慌不口渴不失眠，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啊，不会让你掉头发，也不会不让你来大姨妈，就是让你毫无感觉，让你瘦了，怎么啊？戴蓝帽的那个戴蓝帽的怎么啊？小蓝帽，看到没有？买的放心，买的安心，买的舒心，就是减肥的。我敢在直播间说减肥两个字，官方报备，官方认可，官方证实，它就是减肥的，听到没有，对吧？别的效果没有，就是减肥的，每100克12克左右减。你在别人家买的产品每100克只有5克到8克，姐妹啊，所以说瘦得慢，瘦得那个瘦得慢，掉秤慢，我家每100克12克，左旋肉碱燃脂几率高达12倍，让你瘦得快，瘦得猛，瘦得强烈，而且特别添加了脱脂乳粉，进口的啊，就是让你瘦身的同时皮肤不松弛，有弹性，有光泽，老铁们啊，喝了之后正常吃饭吧，不用忌口让你瘦，吃主食让你瘦，老铁们，包子米饭馒头花卷都可以吃啊，你们喝完以后半个小时吃饭，就这么简单了，对没啊？喝了真的会掉吗？不掉你来找我，不掉你来骂我，我敢让你们在直播间打卡，就是让你们瘦的，姐妹，没有瘦我不敢让你们打卡，对不对？线下实体店快递出去吧，线下实体店200块钱一盒，今天在我直播间一盒、两盒、三盒，老铁们啊，还是脂肪，皮下脂肪、血液脂肪双重燃烧，姐妹们，掉的是脂肪，不是水分，所以说我让你们做到零反弹。瘦身的同时零反弹，燃烧脂肪的姐妹，不是水分姐妹，三盒不要你们200啊，再减50 149，我给发3盒小的啊，每一盒7条，这就是21条，但是还不够，零反弹零反弹零反弹啊，不要说了，上车好嘞，梦宝贝，就说你这个话，
149.9，149啊，三盒小的不够，再送一盒大的，大的一盒里面也是七条生酮奶咖，大直播间198一盒的，姐妹儿，你搭配在一起喝，搭配在一起喝，掉秤快，瘦得快啊，然后做到不反弹，一定要搭配一起喝啊，送你一盒大的，但是还不够，再送你一盒大的，五盒姐妹儿了没啊？喝了吃早饭行吗？半个小时吃早饭啊，多少单？只有最后十单，再给你们炸一波，连接下料以后就开始发货，连接下料398，只给发三盒小的，大的不送了。现在只有十单哈，拼手速，赶紧拍，拍完以后不明白再来问我。149，我给你发三盒小的，两盒大的，不够，再加一盒大的，六盒，来吧，十单上车。给那上不了手的医药链接正在讲解中，149倒数六盒没有拍的抓紧去拍。对，能吃水果吗？姐妹儿，包子里面馒头花卷啊，老铁们啊，哎呀妈呀，这是花姐妹包子。